Let's go. Yo， 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Terry。最近很多兄弟给我留言说，为什么我不做2K21MT 视频？其实我最近每天都在打 MT。至少在能投三分球的奥尼尔出来之前， MT 还是比较有意思的，尤其是今年新加入了新的投篮机制，让比赛更有悬念了。我其实是在等一个时间点，把 2K21 的开包视频和实战视频以一个新的形式呈现出来。今天呢，万事俱备了，我准备了20万 VC， 刚好也有科比的新卡包，我们就来做 2K21MT 第一期的抽卡视频。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的视频，请点赞加关注，我会把它做成一个每周的常规节目。我们一起先来看一下我现在的阵容，先发控卫罗斯，分卫乔治，小前莱纳德，大前 B 王，中锋奥拉朱旺。 B 王和罗斯都是抽出来的，其他的都是 MT 买的。最新的卡包里有钻石的基德、紫水晶乔丹、紫水晶科比、紫水晶的天勾，很希望能把这个科比加入我的球队啊。对于抽卡呢，我不鼓励也不反对，大家就量力而为，不要上头就行。虽然说我经常上头啊，但是今年的 2K21 我尽量就是控制到一个额度，尽量不上头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用 VC 开一个大包，开出来最好，开不出来也无所谓，我们有 MT 买。这个大包还挺贵的，135,000 VC 只能开一个10卡包，之前的都是135,000 VC 能开20卡包。但是为了科比，来吧兄弟们，直接开，不墨迹。第一包，今年的称霸赛和三V线我还没打，因为我觉得奖励太烂了，奖励太烂了，好卡还是要抽卡才能抽出来的。第一包就是红卡，第二包，今天我们进程很快啊，就十包。第二包又是红卡，这是个好兆头吗？两张红卡，接下来马上就要出紫卡了，还是汉密尔顿。我们继续第三包，绿卡，垃圾。第四包。又是绿卡，又是绿卡，兄弟们。第五包，这个卡这么烂吗？逼王大鸟我可是开出来的。蓝卡，哇，这不行啊，回报率太烂了，看不到一个紫色是吧？第六包，又是绿卡。第七包。靠，又是红宝石雷阿伦。第八包，蓝宝石，蓝宝石，最后两包了，最后两包了，兄弟们，最后两包了，哇，没信心了，这开的。第九包，又是哈米尔顿。第十包，开出来三张面具侠。第十包，啊，我靠。哇，这太坑了，兄弟们，太他妈的坑了！十包，连个紫水晶都没有。靠，兄弟们开了十包，什么都没有，全是狗屎。我们再来试开一包，就一包的单包，看能不能创造奇迹。来吧，一个单包，创造奇迹的时刻来了。没有奇迹，没有奇迹。算了，兄弟们，开不出来，我们直接买吧，直接买，直接 MT 买。紫水晶的科比，90,000 MT 就能拿下，把它拿下。科比欢迎加入，我们看一下他能力值，91的进攻，89的防守，66的身高，24岁，这是巅峰科比。中投87，三分球83，切入扣篮85，控球86，抢断80，速度88，投篮智商85，徽章，一个名人堂徽章11个。金徽章21个，白银徽章，名人堂徽章是进入节奏。我们在训练场里看一下，中距离还是科比的热区，试一下投篮。中投绿了，右摇杆的投篮很舒服啊，科比。右绿，很好瞄，很好瞄准。右绿了，来个飘投，舒服，太舒服了。运球之后再飘一个。
我们先来一场线上三 v 鞋，来一场三 v 三的比赛，组队的是大鸟还有大梦。搜索比赛，对手来了，也是科比的球迷啊，也是科比的球迷，利拉德和雷阿伦进场。科比持球，这对手的名字一看就知道是铁杆的科比球迷啊。科比上来直接来一个飘头，科比绿了你，漂亮！给对手的最大的 respect， 最大的尊重就是打爆他。防守利拉德，不给任何机会，他不敢出手。他还是一直在找利拉德，贴过去，补防一下，利拉德飘头，你不是科比。对手的中锋三分球不中，我的篮板球差点被抢断，科比一来一次扣篮。哎，这利拉德的操作很骚啊，又是飘头，你真的不是科比兄弟。防住了，科比控球突篮下，再来一个暴扣，开主宰了。开了主宰的科比秀一下背运反拧，突进来了，小人物上篮不中。对手雷阿伦三分球也没有，还是给科比继续秀一下，呜呼呼，节奏运球突进来了，一刚才太浪了太浪了，科比都拦了，但是没关系，直接来一个标志性的漂移中投，漂亮！刚才真的太浪了，对手已经反超一分了，反超一分了，给大鸟，科比已经拦了，不敢让他投了。大鸟被打雷阿伦，相当大的优势。来吧，后转身跳投绿了你，再防下一颗球，再防下一颗球，他的中锋已经开主宰了，但是他是不会用他攻的。他还是要找利拉德，再找利拉德，抢断了，球给科比，他包夹科比了，传给大鸟，大鸟看都看不见，直接绿了，三分球绝杀，漂亮！我们再搜一场五五的比赛，对手来了，对手有小皇帝，控卫是利拉德，我要先射一下，双方跳球，球是我的。给科比拉开 ISO 单打，节奏运球突向底线，漂移中投，绊绊绊绊，这个防住了，篮板球找科比，不传球单打，拉回来漂移，再来一个B 王，来一个 B 王，来一个后仰绿了你，对手三分球没有，篮板球是我的，还是找科比，不攻篮下直接飘头，哎嘿嘿嘿，抢断成功，传给开主宰的罗斯，突篮下一科比单打，背后运球顶着人头能不能进，进了兄弟们，打个 Q4， 我们打个 Q4， 经典的 Q4， 打挡拆， B 王接球出手， B 王也来一个，还有八分钟，球控在科比手里，没机会，拉回来漂移中投，收起刀落，科比点一下，又是飘头，点一下，再来一个飘头，啊 ban， 对手需要一个暂停，继续飘，科比绿了你。这个防住了，
篮板球是我的，给科比一个回拉中投，科比又绿了，30分了。兄弟们，这就是2K21第一期开包和实战视频。我2K20开了大量的包，21也会一样。明天呢还会出科比的生涯模式第15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